再来看嘉义县梅山的太行村，特当哦拢有大批的白灵犀会飞来遮，这嘛是阿里山正重要的地形的山区。今仔暗时的八点，公司南部开港在地旅行，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个少年的农民，伊返乡去种地，推撒食地文化的故事。对农历白露节去的教会家里，来横寮车站周边的太行村，迎来一年一摆红头落桂，上清上万的白灵犀飞在天顶，叫做全台独一无二的生态奇景。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万鹿朝凤，很多的黄头鹿，那这里面都是白色的哦，没有像这样一样那个繁殖期哈，所以每年的九月中旬到月底可能会看到。很多的黄头鹿过境。太行村唔那是黄头鹿的山区，亦占东西也是阿里山重要地区山区之一。今年核选八大青龙的林其顺，为自从2017年回乡接手家族地方以来，致力推广平民文化，为地方地区注入新的活力。我们刚那个茶青摘回来之后，我们必须要先把它撒开做日光尾雕，用太阳的那个日光去让它水分慢慢去消散。唔啦，安尼林其顺佫将伊伫海外学到的料理技巧，甲当地食材结合，可以独特方便餐厅提供游客无同款的美食体验。像我们在开店的时候，其实也有一些同业会来吃嘛。那吃完之后要学嘛，肯定是学不走了。因为你自己看我这边香料，这边只是我一小部分的香料而已啊。每年秋天到来横寮的游客，唔但能食芳村的地秀甲经典料理，也可能欣赏白灵犀过境的壮观奇景。时间震撼，价钱满足，和每一个来者游客拢有一个难忘的回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